科技自从成立20多年以来，都一直专注在半导体测试界面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我们服务了全球的客人，我们包括了从最前端的晶圆的测试，到封装好之后的最终测试、系统测试，甚至到老化测试，也提供了各项这种不同的温控设备，提供了整个半导体在制造生产所有的测试界面的一个 total solution。 我们面对是 IC 设计公司，那我们在很前面的阶段，我们就已经开始跟他们从设计开始，一直跟他们在小量生产，甚至到大批量的生产。我们的客人的分布是非常广的，我们包括北美、中国大陆、台湾、欧洲、东南亚都占的比例都非常的平均，产品线也非常的宽广。景气的循环是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子，重点是公司有没有好的创新产品，能不能持续服务最先进的客人。我想隐威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一直跟我们全球最重要的客户、最好的客户、最先进的产品，我们都一直跟他建立好非常非常好的这个 partnership。像先进制程的产品，7纳米以下，我们的客群已经超过了70%。客人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端的产品，他愿意交给我们来帮我们服务，各方面都是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服务全球最大最大的客人。就像我们后面这样，有 HPC、有 5G、有手机、有各种 AI， 甚至 automated 产品一样。不只是明年，甚至未来几年，对隐威而言，尤其新厂投入之后，会有更好的一个履照出来。在治安的部分，各个 ISO 的要求都一定要到位，尤其现在我们公司也正在做治安 ISO 27001的认证当中。也正在实行当中。我相信通过这样的认证，这样的组织的建构之后，将来对我们的客人会有，他们给我们的信赖感会更高。那我想那个隐威的新厂在产业园高雄产业园区的第一园区，也预计在明年的 Q1 就能够完工，那设备也会陆续的进来。那我们预估大概目前这个新厂生产的一个探针所用在我们的高阶测试座上面的，我们预计产能可以从目前的一个月100万只预计在2年内能够提升到一个月大约300万只。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引进了许更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技术，一些特殊制程能够让我们的一些成本也会有大幅的下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目前的整个测试座的一个产量，我从每个月目前的大概3500组。我们预估2年之内也能够提升到7000组以上。那除此之外，我想新厂最大的，除了我们的产能的一个增加之外，我想在交期，那还有成本上面的话，是往后几年，应该都能够跟，一些友商，拉大一些竞争的距离。谢谢。